大家好，我是提班，我老爸他是巴哈，已经从上海到家了。今天我妈叫我们过去吃饭，现在我想走学校里去接我儿子。孩子必须佩戴口罩，在指定的等候区。插嘴。哎，口罩的很，把口罩戴起来。我们走外爷那去吃饭哦，外爷回来的好不好？好。走路吗？坐车。坐车。好，走去坐车。就好，你跟外爷在这说哈。嗯。爸爸，你回来做检查没啊？做了的。咋没做检查？看妈带弄啥子好吃的。那个菌子，黑菌子来着。弄的啥子好吃的？黑菌，一点点蒸肉，蒸香肠。弄的蒸肉，弄的菌子，还有香肠。爸爸回来生活都看好的。嘿，你莫说了，生活这三点水。你哥哥带你给我们好。爸爸。专门还拍个视频啊给我。让你出个镜啊。看你头发，白头发长满了好多哦。老了，年纪大了嘛，老了嘛。你一个人在外面也没想我没有？咋没想？想妈没有？不想哈。妈她不想你。给妹妹吃个粑粑喽。哎呀，这样子。把奶子都给她取了。八公斤饭吃不完。没有，还有八个剩余，我这里都没有。这炒的瘦肉炒，炒香菇吗？给豆菌。给豆菌。这是炕的苞谷粑粑吗？哦。不是，我妈在炕那个苞谷粑粑，这个是好的哈。哦，我来尝一个，好吃吗？我去，慢点，还有玉米的味道啊。对了，好吃啊。这是妈今天弄的菜，她说我回娘家了，所以就多弄个菜，放丰盛啊。这里面瘦肉，嗯，这是外婆炒的瘦肉了，快点吃，大口大口的吃。这是不是瘦肉？不是。那是我做饭了，一头白骨都是在一锅里的。哪有不？我吃蒸的，嗯，这都是熟的哈。我们给蒸的熟，给你们蒸的熟的，这是肥的呀。蒸肉，你要挑光熟的。嗯。不是。你们香肠咋不吃啊？哦。这是多少年子香肠？嗯，这太香了。嗯。我尝尝。你这是一点哈。你说走，给外爷拜拜了。我不要拜拜。外爷拜拜。拜拜。
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张继宇。拜拜，张继宇，我们走啦。现在我们准备回去，因为浩浩是2:40上课，我送他去学校。我爸爸他长期是在外面打工，在工地上上班，所以特别辛苦哈。他每年见到他，我就感觉他老了一岁。今年看到他头发都白了，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。我爸爸还是挺辛苦的，他话很少，就像我老公的爸爸一样，就是我公公，他们一样哈，性格比较像，都是话比较少的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